带书带对了吧？好虔诚，我在他们。特别虔诚的，跑在地上不跳。我隔了就扔了呢，那些真的太厉害了！真的，你这是嘛？别你们，喜欢吗？你自己扎过一斤的扎，这个让一斤的带过来扎，十块，这个35块，这是完了。你那个水箱拿去，这个八十，这边。华山这个地方，我爬上来那种舒越感就不一样，它还不像跑完步那种舒服，那种。一会儿下的时候咋山？一两条路，一个台阶，一个平路，一个草场。看。从废品里面走出来了，那儿了，自己呢？在那儿了。小姐姐呢？等我那小姐姐呢？我告诉你。找啊！找你小姐姐呢？没找呢，应该是没有变化。毕哥啊，咋的？你还想半路捡一个回去呗？我要正儿八经聊，没问题啊，这个。真的吗？你别问那顺道，我就把我这老大，我他妈炸了。小姐姐来了。别招了，别招了。什么主页该是谁的吧？上去吧，马上来。该是谁的吧？上去吧。大家上去了吗？这是好的，上来了我。八台阶。是一百。来了。怎么快到了呢？快到了，
成语。包和啥起来啊？这个就是100元吧，姐。嗯。咋用呢？不从底下倒陕菜洞那块儿，咋能上陕菜洞呢？Thank you.
你上身用了几分钟？